木秀手艺真好，陈旭辉接过来周水莲递过来的饭，夸了一句，又低头开始吃了起来。不是我自夸，我家秀做什么都好吃，都是一样的材料，偏偏就她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周水莲早就吃惯了木秀做的菜，倒没有像别人这么的惊为天人。木秀笑了笑，她做的这些调料，提前味道一流。 更何况，他放的油也多。这些人平日里吃油吃肉都少，这些菜呀，不管是换谁来做，只要调料用齐了，一样好吃。陈旭辉放下饭碗，他吃饱了。看到他吃完，周水莲站起身来就开始拾掇起来。莲姨、木秀、小曹姐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谢谢你们招待。陈旭辉站起来，一边道谢。 一边去墙角拿起他的背篓，就往院子里走去。我送送你。木秀跟了过去。不用不用，马上就冬天了，山上也没什么东西了。你回头要想去山上，别一个人去，你就去你家责任田那里找我。我每天傍晚都会去看看。陈旭辉有些不自在的说道，他太久没跟人这么亲密的接触了，孤独太久了，眼下有人肯不嫌弃他。 他不由得话也多了起来。陈大哥，这天这样晚了，你也回家好好休息。等明天早上七点左右，我去找你，咱们一起浇水吧。木秀想到明天去地里施肥，正好看看陈旭辉的地需不需要帮忙，我自己就行了，你不用去。陈旭辉今晚那会儿说的浇水，也只是随口扯出来的理由，拒绝木秀的，并不是想要他去帮忙的。 鹦鹉村的天气比较干燥，冬小麦种下去后，年前还需要浇两道水，一道是种下去后七到十天的蒙头水，一道是十一月底的越冬水。浇过水后，其余时间就是去地里追追肥就可以了。木秀还以为陈旭辉不好意思，他用不容置否的语气说道：“那就这么说了，明天见。”说完就关上了大门。陈旭辉则叹了口气。 看来他明天要起早了。等到木秀把门关上进屋后，看到木小草正把晚上盛菜的盘子用热水冲了冲，然后又把冲下来的热水放锅里盖着。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木秀有些奇怪的问道。你看这盘子上的油都厚成什么样了，这油花留着下顿煮面条吃。木小草有些痛心疾首的说道。嗯。 姐，你放心吧，咱家马上就要养猪了。等我泡菜做好了，去卖了钱后，再多买些油回来，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以后那是以后，现在不是还没钱，还是节约些好。木小草也知道，再过几年粮票就要取消了，到时各种现在不好买的东西都很容易就能买到了。但是那也是好几年后了，眼下日子还是需要精打细算。 木秀也一时语塞，他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，不然就这么抠抠缩缩的也太难受了。木秀穿越过来以后，发现大家所知道的时间都是从村头广播里知道的，村头树上挂着的大喇叭，早上八点、中午十二点、晚上六点在播广播时各播报一次，其他时间就只能靠大家各自估摸了。 这样不知道时间的日子，给人也带来了诸多不便，但是却也没有办法。眼下一块手表的价格都是一两百块钱，还需要用特需的票才有资格购买，这可是这个年代的奢侈品。虽说木秀空间里面有手表，但是它也不能拿出来用。不过还好，它以前的科学课知识还没有丢。在机械钟表发明之前。 古人通过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段，阳光下地面上物体投射的影子的长度和角度的不同，通过测量同一物体影子的变化，就能确定太阳的运行情况，从而得到精确的时间。这种仪器就被称为日晷。要做出来一个真正的日晷，必须了解天的知识。可是木秀他有空间钟表的协助。 制作起来就特别简单容易了。他在院子的空地上，将石墨那个大盘子放在太阳能一天都晒到的地方，石墨中间的那个圆洞里，插上一根粗竹竿，竹竿会在石墨上投射一个影子，每个影子的位置是随时间变化的。他看着手表，没到正点的时候，就用记号笔画出来一个标记，比如。 这时候手表显示的是上午九点，那木秀就在影子的位置上画个标记，写上九。用上了几天时间，木秀就完成了所有的标记，以后就可以用它来代替手表计时了。不过，如果不是因为有手表能知道确切的时间，木秀这辈子都做不出来这个东西。在木秀的指导下，周水莲、木小草都会看这个日晷了。 周水莲只夸木秀厉害，至于怎么会做的，木秀推到了陆源身上，说是在医院聊天时他教的。周水莲更是佩服大学生了，连连说读书人就是不一样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懂得。而木小草则搂着李盼娣，打定主意一定要让他读书。第二天天蒙蒙亮，木秀就起床做好早饭。 吃过之后，还不忘记用碗装上两个玉米馒头，放到背篓里，拿起扁担和水桶，跟周水莲交代了一下，就向责任田赶去。还没到田里，远远的就看到一个身影在忙碌。木秀不用猜就知道，那肯定就是陈旭辉。走近一看，果然是他。陈大哥，你这么起来的这样早，吃饭了吗？木秀打招呼说：“等干完活儿。” 再回去吃。陈旭辉没想到木秀也来的这么早，他也是刚到，还没来得及浇水，就看到地里长出了些野草，他就直接挽起袖子，先拔起杂草来。我给你带了两个馒头，趁热吃吧。来，我挑了水，先洗洗手。木秀来的路上路过水井，因为力气小，只挑了两半桶水，这会儿放在田垄上。 他拿出葫芦瓢,瓢，舀了一瓢子清水。陈旭辉停下手中的活儿，走到木秀身边，匆匆洗好手，拿起木秀带来的玉米馒头就吃了起来。只是咬了一口后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这玉米馒头都跟平日里吃的感觉不一样，没有特别的刺喉咙，入口很细腻。好啦，这集就结束啦，欢迎大家加群催更。 诶、哎，群号，群号，群号，下集再说。